你敢不是何丽素？钟君是国际喜悦总经理。你向我的身份讲出来，煞惊到伊访问的嘉宾。然后你替我翕相，要做伙翕相无问题啊。看开，你的钱无白开呢，房产量有够足的啦。这个吴姓先生真正不是饭菜啊，真是好事。今晚当场看就知影。Bingo！吴姓先生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后生啊，所以你才心肝了瘫痪，借刀杀人，找机会废掉这李太子，然后家己才坐上龙椅来坐大位啊。爸，你快去清醒，你快去醒来，教我安怎做一个好查某囝，好无？你后生爱提防的人就是我，因为当我甲吴依林拄着，后生就是英英啊。你，这敢不是进下去？你还对来对出来？你这么紧张，敢讲还是我爸？依林，跟你去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啦，这个我昏死啊！伊若是这样，事情已经无去啊！伊是替咩人来看的？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飞鸿设想啦。彭彩啊，我看你这关啊脱袂过啊！阿公，我阁无机会好好养好你，你一定要紧落去啊！小心！一声喊啊，万一飞鸿的人叫回来，我们就去了了。